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怎么样？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刚应该很多人都看了那个比赛了吧？我觉得 QM 打得还可以啊，上把打得也不错，就是在前期我觉得死了两个人，然后还能苟到第三。真的，我觉得还行，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就全民是没有专门去花钱去请什么专业的教练的，你明白吧？所以在战术沟通上和各方面呢，就稍微的可能没有那么的，专业，因为那个比赛还是相对来说很吃战术的，很吃战术的。而且你看，无锋死了以后，就是，全力去指挥的时候，其实整个战队打的，我觉得是比较好。WZ 非常稳定，每局都是第一。对，WZ 是我毕竟我最看好的一个队伍嘛。那毕竟小莫去管理运营的这么一个队伍嘛，他的成绩肯定好，成绩肯定好。而且 WZ 可能是所有职业战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开外挂的，就真实实力打到这样的，真的是可以。师哥确实懂篮球，天天看帝王套直播，真的尬。你可以滚，你可以滚。好吗？你觉得尬的话，你可以滚，没有人强迫你看，包括我的直播。师哥，QM，你现在有股份了，你可别害我啊！我可不敢说跟任何跟全民跟 QM 这种简写拼音有关系的，好吗？欠着两个多亿的债呢，应该是。我要说我有股份的话，就算我有10%，2个亿的债我得还2000万，1%都得还200万。什么关系呀？没听说过，QM 这个战队是我认为全网真的能走到现在最垃圾的一个战队，全凭运气，一点实力什么的枪法没有，基本都是开外挂。他们都欠喷，每天炸得我心态。哎呦，你也是太那什么了，确实有的傻叉，你知道吧？我比赛的时候我也看了，有的人，那自己什么牌子也没有，完了啥都不懂，上来以后就。这个那个的，开始指点江山，一顿云里雾里的，雾里看花，完了弄得自己就跟有特异功能似的，什么都能看明白。你好多东西，你比赛你要记着，比赛打的是第一视角，你看的是上帝视角，第一视角跟那上帝视角2回事儿。哎呀，安慰一下莫哥，我的妈呀，莫哥，我都不知道了，坐拥全网最牛的 WZ 未出战队，有啥可安慰的？那就。WZ 完全代表了这个实力啊！师哥，这个月有什么安排吗？这个有很多安排，这个有很多安排。然后，哎呀，我这个下午又没回我，没回我，估计可能是不太感兴趣，或者不太上心，不太上心，我也就不联系了。我本来说再联系一个景甜的采访，或者给景甜做个节目，你知道吧？聊了2句，完了紧接着说稍等看一下，然后没给我回。可能就不是特别感兴趣吧。他俩双排呢，去了。他俩双排，他的事儿我就别去了啊。我有我今天这个直播的内容，我今天直播的内容就是跟你们在这尬聊，好不好？因为答应你们了，说最近每天都给你们播一播。其实今天有点太累了，本来刚刚都快睡着了，我躺床上不想播的。后来我想算了，最起码得播个1个多小时啊，要不然有点属于不守承诺。然后后天我约好了，明天我去，再对一下那个流程。后天给大家晚上做个节目，后天晚上7点左右吧，大概7点左右。好久没看第十 PK 了，哎，一会儿你们要想看，我可以连几个麦啊。最近好多人要我连麦，就可能说引流啊，或者说啥的，我都没有。一会儿可以看看有在线的，我可以去连一连。因为每次连，如果天天连就没意思。然后偶尔连一连，我觉得应该状态都还行。师哥衣服已经收到了，爆炸帅！谢谢兄弟，你喜欢就行，你喜欢就行。我那衣服都洗了，所以今天没有那个衣服穿了。这两天穿的都是那个衣服。
我刚错过了一段姻缘，师哥，你记着我说一点，错过的东西一定就是它都是该错过的，没有什么叫做，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意外，人生中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不走到终点，你永远不知道过程中哪一个是过客，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然后说到那个女友离开了，我今天给大家可以讲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今天有一个朋友，我就不说是谁了，然后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看他心情好像挺不好的，然后我就联系了他一下，结果他跟我说他被他相处可能4、5年的一个女朋友给绿了，然后4、5年女朋友就他那个女朋友属于说什么呢？他个人属于说周围的朋友啊，个人虽然说可能财力各方面呢一般。这一般指的就是说，可能在北京有个两三套房，然后就这种，你知道吧？然后呢，但是他朋友很多，然后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那种。然后呢，他之前交过，就是离过一次婚，然后之前也交过，可能说，比较优秀、条件好的女朋友。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不太适合。然后他就决定说，找一个穷一点的女孩，就找一个。那种普通的、特普通的女孩，然后自己上班的，她觉得可能就会稳定一点，然后她就找了一个一开始觉得很好、很单纯啊、很什么东西，然后交往5年，然后就是这个女孩天天说着可能要跟他结婚，然后她就在1个月以前左右，然后她就发现这个女的跟一个55岁的男人出轨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调动工作，然后说好像是，跟这个人如果对如果在一起的话，可能能帮她去调动一些工作。然后55岁，对，这个女孩可能20多岁，然后就在一起了，两个人还同居，但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们不经常见面，你知道吧？然后这边还跟我朋友说的，说是什么时候结婚，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朋友其实1个月以前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但是他没有说，然后他找身边的另外两个朋友帮忙查了一下，然后包括照片啊，给我发过来的照片，那个男的查了一下，可能在北京没有任何的资产。所以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个骗子或怎么样的，没有拆穿他。然后后来反正不管什么，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觉得说那这女的实在是太让他伤心了，他就决定分了嘛，你知道吗？就决定分了。然后就分了以后，他反正就类似于这种，你知道吧？然后就是心情还 OK，就是说看开了，然后觉得下次还是不能找这种女的，然后就开始有点心态，觉得为什么我找一个比如说条件好的。哎，我们分开了不合适，能理解。那为什么找一个说这个条件不好的，啊，也这样，所以就纠结于这个事情上本身。但今天下午聊了聊，心情可能好多了。我不知道我分享我朋友这个故事，对于房间里那些所有失恋的，或者说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能让你心情好一点吗？然后，但是你说到这儿了，我就随便跟大家说一说。然后现在到了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我现在开播已经快10分钟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礼物，头条。就是最起码的，是不是应该飞机三该一万年，或者头条，然后告诉一下说的士开播了，快点来之类的这种，好吗？我知道，虽然开学了或者工作了，浴血黑帮真的很好看。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我推荐给大家的，绝对都是我个人认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好的东西，而不是说这个东西给我钱了或什么东西。他给我再多的钱，如果这东西一点不好，或者我觉得完全是忽悠人，那我也不会挣这个钱的，这是肯定的。浴血黑帮我看到第三季了，我也看到第三季了，而且越往后越好看。那个剧你没发现吗？越往后越好看，但是资源不太好找，你必须得是一些就是可能说是，善于你看啊，所有能找到浴血黑帮这个资源的，都是基本单身没有女朋友，然后晚上不干正事儿的，都是这儿搜搜啊，那儿搜搜啊，看的片儿基本都是带着马赛克的这种，要不然才能找，要不然找不到这种。德鲁纳酒店太虐了，其实韩剧都很虐。我不爱看韩剧中段，就是因为我觉得明明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两个人，对吧？从一开始是对头，互相不喜欢，或者两个人是什么有点血缘关系的兄妹，然后爱上对方了，怎么样？啊，还挺幸福的啊，就一开始是对立面，然后紧接着啪，莫名其妙的就是特别喜欢对方，少一个都活不了，然后到知道一个原因就两个人又必须要分开。然后其实拍3集就能拍完的，他必须要拍20集，所以都是一个套路。那没办法，谁让你喜欢受虐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开个2倍速，可能会好一点。我在看你推荐的《木神记》，真玄幻。对，我《木神记》我一直在听，因为我听的是懒人听书上的。你每次那个所有的集是你要花，还挺多钱要买的，
所以我一直有买后面的，我一直有买后面的，我觉得还不错。我房间里我看没有人在吗？就要个礼物，每次都这么难吗？卡尔，今天不知道方不方便？这好多我都不认识，大姨妈的花猫这都没送过。Jeff，这都是长期支持的。鱼尾纹，Dream，没有什么老送礼物的人在，我确实看到藤原，我送了是吧？Care，你送的啥？我没看见啊。你送的啥礼物，Care？你送的连特效都没有。我不用点名啥房管啊，我就说啊，就你们要不想看，我可以让电玩套播啊，我无所谓的。我这月工作肯定能完成，然后节目也够，还有出国。我就是说刚开学，我觉得肯定好多大家心情比较低落或者不太好，我陪你们聊聊，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要三个么么哒吗？我从来没说过，我说我要飞机，我要月球。我要三个爱你万年，可以引流的这种什么三个么么哒，留着你的么么哒送给孟哥吧，好吧？和金河连一把，行，一会儿的。金河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应该是他直播也是好像几周年的一个庆典嘛，我帮他录个视频，帮他录个视频。我看看啊，昨天的比赛，兄弟这么低的人气就先别连麦了好吗？我自己都丢不起，就都没那个脸跟人去连。感谢兄弟们爆灯啊，感谢兄弟们对小礼物，感谢兄弟们弹幕。你看我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送，不是现在咱房间咋的了？就要个飞机这么难吗？啊？头条呢？感谢我 care 的。一个，两个，三个，爱你万年，谢谢 care，谢谢 care，祝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开心，好吧？哎，我听错了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感谢 care，感谢感谢。这开学以后确实人气有很大影响啊，我开播10分钟了，人气没有破200。感谢 freedom 的一个爱你万年，谢谢谢谢兄弟。飞机有吗？有没有谁身上有飞机的？今天金河3周年，那我和金河连个麦吧。金河上次邀请我那2天都没直播，然后今天给他录了个视频，其他的我还没赶上。师哥真的没有钱，还没发工资呢。哦，开完就是，不方便的肯定没关系啊。我就说有的兄弟帮忙刷一下，飞机卖完了，我把背包里唯一的三个鸭蛋给你了，谢谢兄弟三个鸭蛋，我是不是应该配碗粥喝？我这边为什么人气一直198没有变化？怎么送礼物也没有变化，是我卡住了吗？这个200多，我这边看着198，不知道为啥，不知道这个月是淡季吗？204了是吧？OK，妙贤昨天送礼物，对，一会儿我看看，哎，妙贤我应该是有关注吧？我看一眼啊，邀请主播里面我能邀请的现在有金河、笑儿、琳琳、小英、二宝、蛋蛋、萨拉、达尔文，就这些。明天要奋斗。就是互相关注，感谢为了明天而奋斗的爱你万年，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希望你加油奋斗，好好的努力，好吧？明天我去拿点公司的配件卖了以后再给你刷飞机，兄弟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其实，新的 iPhone 要上市了，小心点，志哥啊，哦，不会，我自己都还没有呢，兄弟，我自己都还没有呢。但我实话实说，iPhone 真的有点儿，真的越做越不行了。我要不是用不惯安卓的系统，我早就换国产的华为了。早就换华为了，好吧？今天确实人有点少啊，好吧？这次出的太难看了，对，出了一个绿色，反正我觉得挺丑的，然后还有紫色，出了几个颜色，反正，等我妈睡觉了，我拿她的手机刷，你等一会儿，第十，我妈要睡觉了，我拿她的。兄弟，你可别给我来这套了，好不好？你们知道我啥意思？不是说为了说一定要套路礼物啥的。感谢兄弟们这些免费的礼物，感谢兄弟们弹幕。我明天去偷发动机。行了行了，这个话题过了。琳琳最近出事儿了，别脸。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兄弟们。师哥，我觉得绿色挺好看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对，Dream 在你身上，我觉得确实挺好看的，确实挺好看的。哎，Care，你要这么喜欢的话，我送你个绿帽子吧，冬天的，侃爷。最新戴的一个绿帽子，毛线的，特别好看，一般人驾驭不了。
是真的很潮的一个绿帽子啊，不是特殊的绿帽子。我明天去偷电瓶给你，偷电瓶现在这个行业已经不火了，兄弟，麻烦你跟上你这个行业整个时代的这个变迁。偷电瓶真的现在已经被这个同行业所瞧不起了，太没技术含量了，知道吧？我最早的，我记得，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是偷什么吗？最早偷自行车，就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就你就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偷自行车的概率有多高呢？你知道吗？欢迎二宝啊，欢迎二宝，欢迎二宝。你知道偷自行车的概率有多高吗？偷自行车的概率就是，如果你买了一个好的自行车，你放在你家楼道里，就是那种5层共用的居民楼，然后一楼有3户那种。感谢我二宝的银河战机，二宝这两天都没见着你，有点想你啊。感谢二宝。你放在那儿拿车锁锁上的情况下，你回家拉泡屎的功夫出来，这个车就丢了。就你敢拉屎，就是你放在门口这样放10次，绝对有一次就丢了，1/10的概率会丢。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变成说要把自行车抬到自己家里边，或者说好几个自行车拴在一块儿，但这个也不保险。就这最早是偷自行车，然后紧接着就是偷什么东西呢？偷车轱辘。就那个时候开始流行汽车的时候，偷的最多的是车轱辘和车标，因为那个时候奔驰啊什么那种就属于说国内比较少有的最高端的车型，但那个车标就能够在当年好像能卖到100多块钱人民币，一掰就下来，所以很多偷车标的。然后我记得我在全民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次，我小的时候家里第一个买的最贵的一个所谓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不叫金杯，叫天津那个叫什么的一个面包车，然后是个红色的，因为黄色的是属于出租车，所以只有红色的，从天津买回来的，好像5万多块钱吧，在当年。然后买回来以后，就是我在车里面，我印象中感觉住了一天。什么叫住了一天呢？就是我从下午这个车来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车里边听收音机。我就觉得我晚上要住在车里，我觉得这个地儿比家里面要好，你知道吧？觉得特别特别好啊，好像叫大发还是叫什么，反正就忘了，不是什么名牌。然后到晚上，我爸就说你必须得回家了或者什么的，就当天一天啊。然后院里就知道我们家买了个这个车，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第二天一睡醒，早上的时候我就听见外面我爸爸的那个怒气之声从外面传来，我操，他妈的，哇！就整个楼下都听见他在喊。我们家住1楼，你知道吧？回来以后，然后我问我爸怎么了，紧接着就是那种特别暴怒的那种，就你别招我什么的，要么就揍你什么的。后来我睡眼朦胧的穿着个那个内裤，然后一出门一看我都懵逼了，就看那个车下面总共大概垫了有6块板砖，前后垫了6块板砖，然后4个车轱辘一个不剩。车没被偷，车不好偷，你知道吗？车真的偷车有技术含量的，4个车轱辘被6块板砖架着一个不剩。那一个车轱辘，反正在当年挺贵的，然后就那种心情，你知道吧？一个新车就被偷了，然后我印象中车轱辘被偷过2次，还有一次可能被偷了2个轱辘，剩2个，所以我就觉得挺那什么的。师哥，你那个白色宾利多少钱？我以前有宾利，我现在没有开宾利，我现在没有开宾利，因为我最近看中的是那个新款的宾利嘛，我想看看那个车什么时候不用加价了，我想买个新款那个两门的，我觉得还行。师哥，我也没啥要求了。你想干嘛，Dream？Care，你说你想干嘛？你不去打游戏，为什么要跑户外？对不起，我错了。哦，对了，我这两天正跟电玩套说呢，让他们去补补我之前在全民早期的一些简单的户外，然后让他们去看一看。我觉得能在北京去做的，我觉得像鼓楼啊、后海啊，一些这种说就是正常，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然后去看。但我没法再做那种节目了，因为那个节目对我来说可能有点 low。但是如果他们去做一做的话，然后大家一起，我觉得效果应该还行。到时候如果播的话，大家多去支持，好吧？还是那句话，我尽可能在这个月和下个月多给大家一些节目。感谢大姨妈中的花猫，我的妈，兄弟，你起这名太有水平了，我完全不知道啥意思。大姨猫中的花猫的三个爱你万年，谢谢兄弟，但我记住你这个 ID 了。我不知道你大姨妈是谁，但你大姨妈挺狂啊，你大姨妈挺狂啊。好吧，师哥，你皮肤好好，怎么保养的？运动，就是运动。然后我每天正常的话，1点多就肯定睡觉了。然后早的话，可能12点多。当然，我不一定能�睡得着，但是然后早上10点半起床，然后每天都会做有氧，然后隔一天会有一个健身，一周大概2到3次健身能保证。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吧。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要年轻。我觉得我心里边，其实你们看我有时生气，有时候怎么样的，其实我心里就还我觉得还挺孩子气的。属鼠的其实性格都容易说，不管你到多少岁都会比较孩子气，
属老鼠的基本都这样，童真心都会有，明白吧？师哥，你见马云戴的三色琉璃佛珠还有吗？应该还有，三色琉璃应该还有。但我始终觉得那个，毕竟已经过了2年了，我现在做的东西，我觉得比那个三色佛珠什么的，我觉得要好得多，我觉得好得多。哎，这样吧，我准备连会儿卖了，好吧，兄弟们，你们觉得 OK 吗？你们觉得今天连会儿卖，你们觉得 OK 吗？要不然有点干，好久没连麦了。有1个月了吧，我感觉没连麦，因为我每个月还是有连麦那个要求的，我每连一个麦还得截个图，每个月要连4个，不然今天一天就连完就完了。把耳机给我，OK 是吧？那我准备连麦。小智说你跟他打折之后赖20，是赖十几万，你听你直哥说吧，好吧，你听你直哥说吧。我先邀请一下，哎，这样吧，我试试手气。第一把要不要随机一个？所以你们觉得第一把这么走没有 PK 了？企鹅的素质我觉得应该有所提升吧？要不要随机一个先？还是直接邀请？你们决定随机还是邀请？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你有免费礼物的上上免费礼物，有简单的礼物咱稍微走走免简单的礼物，别太没牌面了啊？好吧，兄弟们，随机。那我先随机吧，我看一看最近企鹅的素质啊。OK，随机匹配，天雷零地零零。这咋一直在转，随不到人啊？我这下边一直在转，随不到人。Care 让你帮忙订苹果，订什么苹果？苹果手机吗？订苹果，订什么苹果？苹果手机吗？苹果手机很容易订啊。Hello，Hello，Hello，小姐姐你好。你好，你好，帅哥你好，哇，小姐姐，你这个头发的颜色可以哦，有点不错。对，这个 属于有什点么颜秀，色？对不对？有点这个，锈，我倒没觉得，但是跟你后面的抱枕的颜色很搭。这个不是抱枕，这是椅子。啊，是椅子是吧？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对，不是特别那啥。你那个，我问一下小姐姐，你平时是直播什么的呢？我今天第一天播，第一天播，然后我们就遇到了。对，我天啊，我真的是不幸，不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缘，真的。你哎，真的是你不说实话。信。你说实话，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不信。我也不信。那我能不能问问？那你平时直播，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执着来企鹅直播呢？就那么多大的因平为台，缺，为什么就看中企鹅这个，对吧？有点排名不是特别靠前的平台，为什么？因为爱，想来就来你，呗。哦，想来就来，就他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审核或者什么，你也没有加入工会这种是吧？就是自己开心，就是我老娘愿意开，你管我是这意思不？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就来这个平台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度，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缘没事，分吧，主我要见还是过看世界缘上很分，多。灵是异的吧？事情，我见过很多灵异的事情。对，所有解释不了的，我都可以给一个合理解释。还有就是你那个笑声有点大，尽量少播那个笑声。对对对，你然后那个你能不能跟我说，那为什么选择来企鹅呢？就喜欢打游戏啊。哦，因为打游戏所以选择企鹅。那你现在应该是没有工会吧？有，有工会哦，那我明白了，还是工会安排。对吧？那你之前有接触过其他的直播平台吗？没有，你相信我，你被你的工会骗了，你知道吗？怎么企说？鹅非常不适合你这种就是优秀的发展。我真的，我给你建议，就是你可能考虑去某鱼或者某牙，你跟工会说一下，你一定会火的。因为我虽然为不什是一么？个。就是我了解这个主流市场啊，我了解现在直播年轻人要的是什么。你看这个，
首先这个企鹅这个房间都是大部分什么呢，看手游的，而且年龄层普遍偏小，就是像你的这种比较有懂生活然后有艺术有风韵的女人，她们都不太懂得去欣赏。但是某牙跟可能某鱼的这种相对来说它就成熟了很多，就相对来说你去那边以后有一些，哎，相对年纪大的，比如说70多80多，他一下就能知道，哎，你的点在哪。而且你知道吗，这些人老了以后他很孤独，有很多退休金啊，什么家里的儿女，或者说什么有一些可能说那个丁克没有孩子的，家里都是有大量的，就比手头比较有闲钱。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可能年纪大的人，就比较好骗，对对，不是，就容易上当，对，提防警惕。就是所以你相信我，你可以问问你的工会，我对你说的这个真的是真诚的建议，因为我属于说专门。以前做的职业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探头公司，不是那个猎头公司，你有听过吗？猎头公司，猎头。所以你是来这里挖人？骂人？挖人？没有，我就是猎头，我挖人。对，我直播就是专门帮很多的年轻人，然后找到一个适合他们自己定位的，然后这种工作。因为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对吧？他不容易找到工作，然后通过我这个猎头公司，就会给他们介绍到世界很多优秀的公司，就这样的。是这样的吗？对啊，可以考虑。我觉得真的可以，你可以问你的工会，那个平台一定会很适合你。嗯，好，明白了不？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就你直播的话，你肯定工会有一些简单的培训或什么，那你主要直播你的才艺是什么呢？或者你优秀的点是什么？可是我这是第一天呢，我第一天肯定没有培训呢。我第一天没有培训，但你直播你总会有一个想法说，哎，我要播点什么，或者我准备什么，比如说我唱歌很好，或者我跳舞很好，或者说对吧，我可能我就是怎么样的，你有什么优秀的，要么唱歌要么打游戏。你打正常打什么游戏打得最好你觉得？没有最好吧，我觉得也是一般般。你什么游戏你觉得打的算是比较一般的？比较一般就是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你什么段位，我能不能请教一下？星耀吧。那你唱歌呢，你唱歌能不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就今天对我房间正好有很多找工作的人，就你简单唱着歌我听一下。你房间有很多找工作的人，然后我唱歌给你听，对啊，你唱歌以后可能很多人，就是我们因为人很多嘛，你唱完以后可能很多人就因为你的歌声喜欢上你，然后帮你点关注啊，就这样的。哦，是这样子。对，你可以简单唱两句，然后我们听一下。那我得好好挑一首。啊，可以，你挑一下。仿佛我现在仿佛是在面试。没有，就可能我工作习惯了，很多人会说，对对，我跟我老婆已经很多年了，但每一次晚上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她都会觉得我像是对她的老板在面试她，然后她都很努力，对，争取这份工作。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手机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黑暗。兄弟们相信我，闭着眼睛听。相见我说没有，我跟他们说就闭着眼睛好好听这首歌，就你一开口我觉得你知道吗，跟你的气质风格完全不符，就你歌真的还可以。为什么跟我的风格不符？就你的气质和感觉好像不太会唱歌了，但你唱歌而且真的还可以，而且还不是靠声卡的，我能听出来。你能不能再唱两句？对，兄弟们相信我，闭上眼睛听一下。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接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
OK， 我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简单说一下，实话实说，唱的不错，就是他声音本身是属于挺有特点的，但是一听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的培训，所以气息很不稳，而且发声的部位用的也不太 对。但是如果他经过专业的培训的话，你相信他唱歌是还 OK 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明显他到高音和低音就不是中音的部分都会很颤抖而且不稳，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去改进的。那今天很荣幸能排到这么一个优秀的主播，然后如果你需要找工作的话，对吧，下次可以联系一下我，对，我跟对这个世界五百强的连锁的很多公司都比较熟，好吧，是这样的吗？那我怎么联系你？对了对了对，非常感谢，就下次来我直播间找工作就行了。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的好的，拜拜。拜拜拜拜。改变一下战术吧，这个随机感觉风险性有点高。那随机感觉风险性还是有点高，我还是先邀请一下吧。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好吧？邀请我们第一位嘉宾，就是有一个对比，就你平时看这个主播，你可能会觉得一般。来了，主播你可能会觉得一般。嗨，哦，哎，我的天使，嗨，哎，你知道吗，听说我平时跟你连麦，我没有觉得说你有多美。但我刚刚因为随机连过一个麦，然后我第二个我特别有心机的，我在第二个选择了你，就是我让他们知道到底有多美。然后告诉我，谢谢，兄弟们，告诉我美，我觉得挺美的。这个、主播扣一，觉得美的扣一，好吧。那个金河，今天好久没给你连了，三周年是吧？对啊，我都直播三年了，我觉得时间太快了，师哥，我都觉得自己是个老女人。不是，你先听我说，金河，你忽略错重点了。直播三年老不老没有关系，直播三年你还没有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对啊，这说明什么？我哪能不努力的？我很努力的，好不好？我已经超级努力了。哎，结合我问一下，是因为我没有勾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勾？不会不会不会，他们说有勾必火，师哥。你有没有给自己定过什么目标？就是说我直播到哪一年，或者我再唱歌唱多久，如果我还是不能的话，我可能就放弃，我可能会找一个可能脚踏实地的工作。你有这么想过吗？没有这么想过，我觉得挺开心的直播，我觉得挺开心的唱歌每天。所以目前的这些收获和目前的这个东西你也很满足？我觉得是一直慢慢去进步吧，我觉得人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进步，而不是想一下子一口吃个大胖子。对，确实兄弟们好好哪有很快的，好不好？如此之慢的脚踏实地，好不好？哎，你太过分了，你这个人。先问一下，我一直好像没有问过你，那个就是你今年多大了？多大了？就你直播三年，今年哪里多大了？其实年纪，你是说哪里多大？年纪吗？年纪十八呀，十八，我2001年的。兄弟们看到吗？就是在你直播一年以上的主播，就你都会丧失自我，你也会丧失掉自己的准则，说话满嘴的就炒火车逼打锅。他的面相，如果从我的专业来看的话，这个女孩哎，又开始了，心直口快，清纯，然后让你能够。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好了，我22岁了。谢谢明天奋斗，谢谢爱你晚年。谢谢，感谢大家票票，谢谢。我22岁，好吧，跟你三四十是比不了的。三十多肯定没关系，但我跟你三四十是比不了。我就还挺你就火了是吧？你就火了是吧？你就火了。我那时候没有做直播，二十多岁我应该在卖保健品吧？我应该在卖保健品。卖保健品啊？对对，我相信保健品赚钱。有没有吃过我卖的保健？他应该都不在了吧？应该没有吃过，吃过卖的应该吃过。现在所以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吃你的保健品，我现在不发育了。就是你，这个直播，就是，好，哎，感谢我二宝，谢谢二宝，十个爱你万年，谢谢骚年，谢谢何先生，谢谢泪伤，谢谢大家，谢谢金河那边对金河支持的这些朋友和大哥啊，因为金河是我认为这个平台唱歌最优秀的主播之一。哎，我给你录的那个视频，谢谢你给他们看了吧。看了呀，当然看了。你那些所有都跑到我直播间要看你。我实话实说，录的那个视频真的很 low。
真的很 low， 因为很好呀，我觉得很好。想了一个，我帮你想了一个，因为我录任何的视频，要么不答应，我如果答应，一定会认真换衣服录一个好的。嗯，我本来设计的梗是，我找三个人，然后再斗地主，对方先出，最后我说我就两张牌喽，然后对面想半天出一个对 K， 然后我直接说对 J 对 Ace， 然后这边说要不起要不起，知道吧？然后紧接着我再祝你三周年快乐。就我都已经有一个完美的梗在我的心里，感谢诗歌家的天天爱你万年，谢谢。结果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你一直催一直催，然后我时间来不及了，我就给你录了一个特别简陋的，实在不好意思。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但真的很好，很好的诗歌，特别好。我特别好。我对金河是很那什么的，而且我上次跟你说了嘛，其实他对我特别好，兄弟们。我甚至去那个录那个节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是因为你去的。真的假的？因为其他人发过来那个名单，我是不认识的。我只认识你，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你在的话，最起码你唱的那个歌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唱歌怎么样。结果我到那儿以后，第一件事我就问金河呢，金河呢？他们说去录综艺去，没来吗？我没来，对，没来。说为了胡彦斌，也不为了谁抛弃我，我心说为了那个傻屌。然后没有没有没有，下次你办活动，我觉得来。跟师哥就是我，不是不是，之前你有活动嘛，然后我也是因为各种事情给耽误了，本来是要来的嘛。对，我理解，官方的那个推脱嘛，没有哎，你怎么老我没有邀请你两次，既然你都有事情，以后不会再叫你了，没关系没关系。哎，别叫我，我下次就来。欢迎理解，欢迎理解，欢迎理解。没有，我这脾气你太不了解了，就是你拒绝我一次，我 OK； 拒绝我两次，我也 OK。但如果第三次你再不管因为任何的事情，如果再拒绝我，我可能会爆炸。知道吧？没事没事，我那个啊，真的害怕，对，害怕。哎，你开始 freestyle rap 对吧？可能会下架。对，现在说的是 freestyle。你真的是废话 ，freestyle。结果没有你啊？你说你说，既然今天是你的三周年庆，我多的不说了，能不能给我们用心带来一首想听首完整的？就金河给我们带来，就是你觉得最棒的，或者有没有？最好听的歌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最好听的歌？最近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你看一下弹幕好不好？咱们诗歌家的兄弟们最近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哎，我就是想让你唱一个你认为说在今天在你这个三周年，你觉得就是不光是给我这边的粉丝，主要是给你房间支持你这么多人，就你觉得有什么歌能够代表，或者说你的心情或什么？我觉得今天我不挑，好吧？就你唱的再差，有啊，我不会去说你。有啊有啊，当然，那我唱一个好不好？野狼 disco， 哎，你如果会唱野狼 disco， 我真的想听啊。我唱的很烂，还是不要唱的很烂。我昨天试了一下，来来来，唱特别烂。嗯，所有的人，我有一首，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所有的大家刷起来。哎，金河师哥，我给你唱我新歌吧。快乐，好吧，金河三周年快乐。昨天上了新歌，不管在金河的房间还是在我的房间，好吗？这是对这个主播陪伴了他的粉丝，陪伴了不管在哪儿播，对有些人三年，我觉得最基本的他应该得到了，好吧？所有的兄弟们，掏出你的小手，天气还不冷啊，掏出你的小手，来来来来，两分半的时间，来吧，金河。我要不我给你唱我新歌吧，昨天发新歌了，师哥，给你分享一下。随便你随便你随便，如果不好听的话，你就最好不要唱，好吧？好吧。切。因为新歌，我看来风险都很大。我看来风险都很大。试一下吧。节目组的能听到伴奏吧，一首我的新歌送给大家，昨天刚出来。
再连一下，我再问问你其他的，好吧？咱们可以连那个连麦，你更新了吗？那你邀请我，那你邀请我，好，我先关了，好，行，我先关了，好，你邀请我 ，OK。咱们重新连一下啊！我实话实说，这首歌不错，但这首歌他没唱好，他刚刚是有失误的，一会儿可以问他一下，你就知道了。他刚刚有两个音，我听着是，真假音切换的时候没有切特别好，但是歌词我虽然没有看到歌词，但我听到一个什么他在夕阳下等着现在的我，类似于这种，所以。哎，我接受了，怎么这么慢呢？祝我胸越来越大，哎、谢谢你啊！杰克，我先问你一下，就刚刚你简单唱了30秒的那个歌，我问你几个东西，你刚刚是不是没唱好？我最近感冒了，我一直在咳嗽，发那个、哦、那个炎了这块，唱不好歌。这首歌，旋律各方面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是那个像摩登兄弟、嗯、不是摩登天空，他老板曾经说过一句话，就他听一首歌只需要30秒，他就知道这个歌手未来会火、嗯。就是因为你这里面真假音切换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吧？那可能因为感冒，刚刚有两个，我觉得真假音转换没有切的特别好。对，而且情绪上也处理不好细节。对，哎，你这首歌表达的是两个人分开了，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在等他，是这个意思吧？其实是没有忘掉，也不是在等他，只是没有忘掉。可能以前辜负了那个女的，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分开，但是这个男生并没有放下。其实他们可能以前有很多的誓言。所以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对吧？不是我自己写的，这个不是我自己写的。哦，要不然我以为是你自己的意淫、就是可能喜欢的男人离开你了，然后最后你想这个男的一辈子后悔，然后说哎呀我好气呀、啊，为什么金河当时我要跟他分手啊？那不是就好。哎，金河，我问问你，那你今天3周年有没有人，你的粉丝或者你房间支持你的，给你寄什么实际的礼物？你有吗？我这段时间收到很多月饼，中秋节快到了，啊、这段时间收到特别多月饼，收到特别多月饼、啊、有，然后有一个水友给我买了3箱月饼啊，我们直播间一个小姐姐。你知道他们给你送月饼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哎，你是不是想说我胸小，然后吃了会长大？那这是不可能。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没有，你刚刚说的是不是因为你胸小？OK， 句号就完了，没有后面那个话，因为他吃了不会长大，这就是月饼的尺寸。Okay, 因为你突然说月饼，受不了了。想了一下，我感觉好像真的还 OK。月饼也太小了吧？他最起码你说的是嫂，你说的是嫂子吧？你说的是嫂子，不是我，我是我老婆可我老婆可比你大多了。你不信的话，这样你要不要现在脱衣服比比？我不，为什么？那你叫嫂子过来。哎，那你要先脱、啊、真的是太惨了，我提出要抗议，你肯定要先脱、啊。不，我要跟他同时脱、啊，我要跟嫂。不，你脱了以后实在不行，我们就认输嘛。你就是我不行。那我先认输，我先认输。你这个摄像头，你现在直播的地方是在家里是吧？家里啊。你能不能稍微转转你这个摄像头，我看看你家这风水怎么样？没，我这边有人，这边。有那个，但是这个很折，你能看见吗？他穿这边有人，他穿衣服了吗？边上的人，女孩子，你可别跟我解释了，我们都懂。小米儿是狗吗？哎呀，他不敢狗了。小米是我助理啊，小米是你助理，你跟助理住一个屋子里。我跟妈妈住，助理过来，今天我办活动，他一般会在这边。所以，我跟我妈妈住。你现在住这个房子是属于几室的房子？两室，我跟我妈一个人一房间是吧？兄弟们，充分的说明了两点：第一，金河是一个好女孩，到现在了，女孩我觉得能够跟妈妈住在一起的，首先证明她没有跟男人同居，你知道吧？她是一个好女孩，所以房间的各位可以喜欢金河的，把礼物放心大胆的刷出来了，好吧？第二点说明，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说的，金河是真的不火，好吧？要不然早就搬大的 house 了。你看人家大主播那个房子装修的，你看。各种什么的，你看这背后，就是你，是不是就是你？还是直播3周年，还拿这个小气球在房间里去做装饰，真的刷刷礼物吧，他为什么每次都欺负我？这个人，他每次都欺负我。你后面那个气球为什么在家里自己会动啊？因为他们看到你很开心，他们要摇摆。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摇摇头。
这样子看到你很开心，他们就摇一摇，好尴尬，好尴尬。嗯，哎，秦河，这样吧，今天你三周年，就是唱歌平时听多了，我觉得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个笑话？我讲个笑话，我不是给你讲过吗？你忘了？没有，就你再讲一个，或者你真实现实中遇到了你觉得特别搞笑的事情。我好像特别搞笑的事情，我给你讲个特别尴尬的事情，好不好？ Okay, 发生在我身上特别尴尬的事情，我太难了。就是我是一个其实性格特别男孩子的一个人，就我在街上，我重庆女孩子啊，性格特别男生。嗯啊，看得出来吗？嗯，只是性格男生，身体不男生。嗯，然后那个就是，哦，然后就是在那个街上，我看到熟人，我就会上去拍一下、踢一下那种。特别是我念初中的时候，我就会那样踢人家一下，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性格比较野的那种。然后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就特别像我姐姐，我那个表姐，我们住在一起嘛，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老是喜欢踢对方屁股，然后在街上，他跟我表姐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裤子跟那个头发都一模一样，我以为是我表姐，我就还有大概十米，我就冲过去，就一个起住跑，然后冲过去，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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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抬起的脚，然后给他屁股一下，就是踹，狠狠的踹了一下，然后结果那个人转过来不是我表姐，这是我遇到的我觉得最尴尬的事情，然后当时那个人，然后我就跑了。啥也没发生，我就跑了，因为我怕他打我，然后我就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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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跑了。嗯，我讲完了，好笑吗？你怎么不笑啊？你快笑啊！你怎么不笑啊？你快笑啊！你这样搞得我不要面子的。你房间有人笑了吗？我房间都在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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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怎么弄呢？快点笑啊！所有金河的衣食父母，所有金河的珍贵的观众，干嘛？你要干什么？感谢你们对金河点的这波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支持他吧，就是我只能说这个孩子真的可能童年啊或者各，我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因为我也没有问过他的这种隐私。然后你在干什么？我童年很好的，好不好？笑个屁！对，反正我是觉得还是他不让我讲尴尬事情。喜欢一个主播，他都是。有原因的，就是一定你们喜欢他是因为你们有一些共鸣，嗯，对吧？我不好多评价什么，这一部分就跳过了。是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挺喜欢你，我挺喜欢你的诗歌，咱们俩肯定是有共鸣的，所以你先别说我。对啊，我们肯定有共鸣了。你说我在，我们都是坦坦荡荡的人。拉倒吧，才不是这个，你什么坦坦荡荡的人、哎？你也很多的时候你定位错了，你知道吗？你一啥呀？我啥就定位错了？什么胸小这个梗拿来去怎么样？但你不知道你明明是明明是爹爹，你拿我胸小这个梗，你觉得自己胸小才那什么？这是错误的，为什么？有没有？因为你对考虑过我的感受，你把自己定位成女人了，金河，你把自己定位成女人那一挂的了。OK， 我们为什么会有共鸣？因为我们是同一挂的，金河。你要找回自己，你得找回自己最坦荡的。那为什么老欺负我？你就会发现，哦，我在这一卦里我好自由，你知道？闭嘴！哇，我太伤心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真的，我跟很多的年轻观众说一个这句话：你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不舒服，定位错了是吗？觉得不被人认可，是因为你们站错队了。早知道就开 PK 条打他了，这个。太生气了，每次都说我，早知道开 PK 打他了。好了，生气。最主要的是，好吧，祝你三周年这个快乐。你别转移话题，生气不快乐。我没真的，就是祝你三周年快乐啊！哎，我明天要来北京了，我跟你讲。你明天要来北京吗？你不是要请我来你那地儿玩吗？对。明天要来北京吗？你明天是我要来北京几天呢？你明天要来是的，你听不见吗？哎、我这画面好像卡了，兄弟们，好卡呀！哎，你别装，哎、不管怎么样，你别装，你别装。和直播三周年快乐，真的一定要好好谢谢谢谢关注，你知道吗？这个人真的是开玩笑开玩笑，攀不过他，好生气啊！你来了以后，微信我啊，我请你吃饭。你要是不请我吃，我就告状。我百分之百请你吃。你看他们都说卡了，我只有周四有个节目，对，约好了。然后周六有个节目，对，然后周日有个节目，其他时候都 OK。哦，好吧。这个人太鬼了。明天周三我 OK 的，我周四晚上有个节目，然后。
对，然后周六个节目，周日有个节目，周五也 OK 的。对，周五也有吧？嗯，对对对，嗯，那估计没缘分了。教主请客吃饭，好的好的，我叫上教主，叫上教主，对，让他请，对对对对对，教主对，教主开的那个叫便衣坊烤鸭，便衣坊烤鸭，对，哎，去教主那儿 去吃烤鸭去，他买单，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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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金河，那你好好加油，嗯，好吧？祝你好，谢谢师哥，新年快乐，兄弟们点点关注哦，拜拜。感谢师哥，拜拜。好的，你关一下这个。好 ，OK。我看看下一位，我们连个谁啊，兄弟们，我们连个谁？我们连个谁？你们说连妙璇，兄弟，我这里面没有妙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真的没有。哎，我给你们连一个这个主播吧，我还挺想连的，我看到他在，相信我，不能向该主播发起连麦邀请，他应该在连。那你等一下，我再看看还有谁。随机吗？你们要看啥？你们自己说。是随机还是我邀请？有些人打蛋蛋是吧？我是刚刚要邀请蛋蛋，蛋蛋应该在 PK 中，我等一下。随机是吧？随机，稍微等一下。OK， 何时可去的，抱着孤独的人无所谓。Hello， 小哥。Hello， 小姐姐你好，小姐姐你好。你也好。娜美小姐姐，姐姐你是哪？你是哪里人？我山东人。山东人哇，山东汉子都很豪爽。哎，我想问一下，小姐，你有护心毛吗？不是，你有，就是，没有，就是你有才艺吗？你后面放了个吉他。我会唱歌、跳舞、弹吉他、唱跳、rap、篮球。这么多才艺。对面喜欢我的哥哥，对面喜欢我的哥哥可以走一波关注哈。哎，你最强的才艺是什么？你能不能先来一个最短暂的？我稍微看一下。我从来没有随机匹配到说有才艺的主播。跳舞吧，你跳舞是最自信的吗？那你先来一段，先来一段，然后我说停就停啊，你先跳，然后我想多看几个才艺，你来了，来来来，你说停我就停啊，我好幸运啊，那万一我听不到对怎么办啊？我好幸运，没事，你看我的姿势，不是你看我表情，衣服，对，你整理一下，整理一下，我看你表情，你很嫌弃的时候，然后我就不跳了是吗？那没有没有，那么嫌弃我说停你就停，我说停就停。我说停就停，对对对，你来你来来，哎，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呀？你不知道我？我刚刚参加完那个偶像练习生，呕吐练习生偶像，对我刚参加完，你不知道吗？一百个小哥哥，我是第101名，你没有看，没关系没关系，你先表演，来吧。我是新主播，我不认识你，我现在认识了，我好害怕。哇，你新主播这么多才华，你不用知道我，来来来，对对对对，你快快快跳两下，我赶紧看一看。哇，太难得了，随机匹配到一个这么多才艺的。你快走，快点。你快走。是杰叔是谁、啊？你在这我不好意思。你叔叔还看着你、啊。杰叔是我们家大哥，他不喜欢看我跳舞，他受不了，看我跳舞他受不了。你快走。走了就不回来了。我跟你讲，所有说受不了的大哥都是虚伪的人，你不要相信他。他明明说着不要不要，但是其实他都是用嘴说，他的手没闲着。他不喜欢看我跳舞。好，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什么歌？我怎么这么卡？哎，你们卡吗？他怎么卡了？是我卡了吗？我现在什么都听不见了。
然后我的画面也不动了。就不让我看呗。我这你们能看见吗？这为啥？为什么我不让我看啊？而且我听不到说话任何的声音都没有了，音乐也没了。发过去问问。那个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然后我看不到了。就随便。所以。就随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哎，我看这个虽然有延时啊，是不是，然后我听不到你说话，美女，好吧。我发誓，我真的听不到，我这个画面完全卡了，兄弟们，你们自己看不到。然后我这边也没声音。那你们能看到吗？啊、你们在我直播间能看到吗？哎、你的另外一个才艺是什么？你的 rap 能不能让我听一下？能不能让我听一下？你的 rap， 你的 rap 就是我这么听着，你能不能表演一段 rap？ 就稍微快一点，然后我想听一下。我真的要表演吗？我都感觉我在参加中国好声音吗？你给我来个 rap 吧。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乃万唱的《铺马》呀？就路过的小哥哥点个关注啊，然后有抱抱的能不能抱我一下？我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就不没关系，你直接来就行了。对，我主要是看才艺。对对对，我确实吓坏了，但我得跟着原唱唱。抱抱谁让谁抱你一下？我老婆在边上。就是礼物嘛，抱一下。你赶紧你快表演一下才艺，我听着。我好慌啊！出门之前必须照照镜子，擦擦我的鞋。出门之后默念三遍：你是孙子，我是爷。哎，有帅气有亲切，工作又要敬业，从新业赶到冬天之后，穿上新款，就在今晚我两手挤得满满啊。短板啊，奇怪，我的钱包从来不会难产啊，我就是喜欢引起黑客反感啊，你的女孩帅惨了，太闪了，这玩意你这个 rap 不如跳舞 ，rap 不如跳舞，感谢技师，感谢技师，我不会、啊、，rap 真的不如跳舞，我骗你 的好吧？不是这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你先听我说，我的画面完全不动了，咱俩没法连了，然后也没有惩罚，然后谢谢你那边的大哥没有打我。真的感谢，我们家大哥被我赶跑。然后希望作为新主播，因为我听不到你说什么，我就自言自语了。然后希望你能好好的努力，好吧，加油去播。我觉得像你这样拥有这么多才华的女主播，未来一定会有市场的，因为才华才是王道，好吧？非常非常感谢。然后时间到了，我再换一个。这怎么老卡呀？我这个每次 PK 连麦为什么没法 PK？ 换一个，啥意思？行，谢谢哥们的关注。等一下啊。现在应该可以了吧？我看看，我这为什么连麦 PK 中的时候没发？这什么鬼啊？我为什么关不了？撤了吧，拜拜。我同意，这可以，好的，这可以，好的，好好好，我，哎，我这边的画面刚刚就是他从一开始跳舞，我这儿就什么都不动了，然后但是我看 iPad 或各方面的声音都是 OK 的，我这边就一没有声音，二什么都没有。你懂吗？就我的直播间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然后我再邀请一个，我看看蛋蛋完事儿没有？蛋蛋跳舞，我想看看，不是他们想看看，对。Hello， 哎 ，Hello， 蛋蛋。好久不见。哎你真的越来越白了，越来越白了，感觉那个皮肤就真的跟蛋白一样的，你知道吗？没有没有没有、哎、不好意思，这美颜开过了。你知道我上次不是做节目，本来我问我说为什么他没有给我邀请你来我的节目，你知道吧、啊、就因为上次跳舞我认识你的嘛。然后他们给我讲了一下你之前的，对，有一个故事，然后我听完以后我就莫名其妙，我就还真的会发生在现实中吗？感谢贼阳奶你们，谢谢。是啊，就挺尴尬的。但我跟你讲一下，哎，你本身在，你现在在哪个城市？我在武汉啊，搞湖北武汉。下次如果有节目的话，你愿不愿意来？好啊，好啊。好吧，但是只能你自己来哦。
我管不了那么多人的，因为我所有节目队我要邀请很多人，但是我可以保证你绝对安全。我那个是有原因的，当时就我知道我听说了，感谢包仔，我听说了，但我听说以后我就特别好奇在哪个平台，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我不相信，我在线在斗鱼吗？他妈的，那个户外主播你应该也认识，不会三个字吧？四个字。他现在还能三号？那我不认识。那我不认识。那边我唯一一个有过交际的碰瓷我的，现在已经不直播了，就是之前被人敬酒的那个，知道吧？那是我唯一一个有交际的。哦，知道吧？他已经凉了吗？对，凉了。其他我不熟，而且我跟他们不属一个分类，好不好？我做的叫做泛娱乐，他们做的叫做户外，你明白不？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板块，好不好？那个你是有内容的，不，有没有内容无所谓了。哎，蛋蛋，我不想多说了。我今天好久没有连麦，我一个月没连过麦了。然后你是我第三个，哎，第四个连的人。然后我想说，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才艺，或者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新的舞蹈或者新的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展现给房间这些，对吧？已经饥渴就是很热情高涨的这些观众呢？新的才艺。哎，我问问你，是住火车？你家是住铁路边上吗？为什么一直有火车经过的声音啊？我穷，我家空调很老了，所以有那个声音。这是空调的声音。你闭嘴，你嘘，都别说话，兄弟们听，闭上眼听，嘘。你家的空调如果没有错的话马上就要成精了，你相信我，赶紧把它关上门送到外面去，要不然它成精以后它会吃人的。你不要觉得我开玩笑，我跟你讲，以我的经验，空调到这个程度它马上就要成精了。太有毒。哎，你他们说你在暗示我，太扯了，你这空调真的太扯了吧。你在暗示我，这他妈什么鬼空调。哎，我跟你讲他的那个故事。哎，你那故事我能跟房间的各位分享吗？还是你不方便说？啊，你要方便说可以说。哎，兄弟，我给你们讲一下这真实发生的，因为是有证人的，真实发生的。你知道他发生一个什么故事吗？所以他们没有推荐给我来做节目。就是他现在到全国各地，不管去做任何的活动，哪怕是企鹅官方的，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的亲戚至少五口人要跟他一起。哪有那么多？然后最主要的是一起去的原因是什么，我跟你讲一讲。因为他之前在某个平台，当然我们不能提这个平台的名字，也不会跟他上不上市这种东西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隐私的保护，好吧？跟那个，对，反正两个字。然后这个平台有一个户外主播，就邀请他去当地做节目。然后他去了以后，最孙子的是这个主播利用完人家做完节目，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他钱啊？就做节目完了以后，然后有一个这个户外主播房间所谓的大哥就是看上他了。然后这个大哥我不知道是在当地有多么大的势力，因为这我也没去了解过。然后就那意思说，这个女孩我要糟蹋，不是，我要跟她聊聊。然后这个户外主播居然什么都没管，这个户外主播走了，就没有管这个事情。然后最后是他的父母也不怎么，好像是去到那个地方把人才领走的。但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知道不？就这三个月中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三个月什么鬼版本？啊，我的天哪，孩子都有了。那过了多久被领走？没有多久，就当天就过来了。哦，当天领走了。三个月，哦，什么？我以为过了三个月的领走。不是，但是我实话实说有一点啊，就是我所知道的，在今年这两年的中国，我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很多人，我也做过很多节目，对吧？我也认识很多所谓的，对吧，有势力的人。我不相信这两年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还有人敢这么做，就近两年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他就是喝醉了吧，然后也没有，就是不让走，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叫妈妈过来接了。然后你妈妈来了以后是怎么，是放你走了把你妈留下了？一换一，我用我人质，我换我女儿走，还是怎么？他就让你走了？母爱如山。他是怎么走让你走的？没有，我想问一下。
就来了，就酒醒了，就事儿闹大了，就酒醒了就走了。然后就家里人就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而且当时我去三条那次，因为是替补的，本来没有我的，就一开始就说不去。我明白明白。后来是临时。哎，这样蛋蛋，你咱俩不打 PK， 你邀请我一个，他们说有一个连麦功能，你用那个给我发，好吧？你先关了。啊，你邀请我那个连麦。哎，他这故事是真的故事，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这故事谁告诉我的？浪浪。我那天跟他连完麦，就是当完舞蹈那个评审以后，那我先我就问浪浪，我说他妈你们给我推荐这么多，我说这有一个我感觉真人线下应该还可以的，你们为什么不邀请我？他说他有一个特殊情况，我跟你说一下，然后打电话跟我说这特殊情况。我当时听完我说不可能，我说就是现在咱们不说怎么怎么样吧，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不相信在任何一个城市有人现在还敢说就说哦，我把你留下，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太扯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当时我知道我挺生气的，我想看看是哪个大哥，因为国内大哥我还认识不少。条件啊，我天，认识不少，三个月孩子都出来了。哎、所以 你那个故事是真的，是吧？是真事儿，真的呀。那为什么你不然我妈怎么会去？你经历完不是？那为什么经历完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父母还同意你做直播呢？做直播无所谓啊，主要是去那边就不让我再随便去参加这种活动了嘛。就现在给你的要求就是你参加任何的活动他们必须跟着你，当遇到有问题说有一个大哥喝多的时候说来你留下来，你爸爸就站出来说他们走我留下。没有爸爸妈妈。OKOK、okay, okay. 哎，我下次如果邀请你的话，你去找企鹅官方，他们肯定给我担保，好不好？因为我跟你讲，就你这个现象让我真的知道了为什么呢？就我之前曾经跟他们说过一个事情，就很多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当然现在他们觉得是真的了。就是我第一次做一个节目来企鹅以后，是一个大型的节目，我要让企鹅邀请，我当时要邀请6到8个，好像是泰国那个节目，对对对，泰国那个节目，我需要找6个嘉宾，然后因为要出国嘛。然后他们找完了以后，然后回来以后，然后对接人就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师哥有一件事情，他说不是我没有能力邀请到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女孩可能听说过你但不了解你，然后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师哥你方不方便，就是你别生气什么的，我说我不生气，你问吧。哦，那个女主播问我们说他一个大主播如果到泰国以后他要潜规则我们的话，我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当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就人家是一本正经的问的，就人家问的对接人就是原话，就是那他一个大主播，我去泰国了，对吧？这晚上的话，如果他潜规则的话，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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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成这样。这，哎呦我的天，真的是这样的，知道不？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好不好？我跟你讲，就是我想的话，我想的话，好不好？我老婆也不允许。就算我老婆同意的话，我身体也不允许，因为我对吧，我每天要直播，然后事情也很多，什么各方面呢，就这种。但他说完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有这种事情的，原来真的有人会约女主播做节目，然后会怎么怎么样。哇，我觉得真太扯了。哎，那你说那个户外主播现在还直播吗？播呢，还播呢。要不然他也不是不管吧。我是没用，就是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的事儿了。他也不是不管，就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拦不住。然后他也不拦不住，是吧？啊，你看，对对对，这个蛋蛋真的好善良，就人家都已经对吧，对他图谋不轨。然后如果他父母不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还帮人家说话，说明什么？犯贱！兄弟们，来一波弹幕。开玩笑，哎，蛋蛋，我不多说了，你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新的才艺有吗？好的，那新的才艺就是我那个尤克里里还在，你要看我再来一次吗？有个什么东西还在？尤克里里表演的是什么？我忘了，你随便吧，你来一个才艺，你觉得你忘了大家会喜欢的，你随便来一个，因为对对对。我就还是给你跳一个吧。我不太记得，对对，那随便随便，所有的人，夏天过去了，秋天马上就到了，
在夏天秋季交替之际，我们需要做什么？兄弟，我们需要做什么？夏天秋天穿秋裤。我考考大家，你们需要干什么？你秋天就穿秋裤啊？那你冬天穿什么？年纪大了，冬天，冬天看着你我就暖和了。你们都是想什么？添衣服呀，不要着凉。你们说什么呢？一天到晚在我房间，天天给你们直播，我素质都低了。好好的看才艺吧，好吧，尽情的欣赏这一段。相信我，家里如果有父母的，单独找一个空间，告诉他们你要开始学习了。你看他关灯了吧？你别关灯，我有点害怕。他怎么关灯了？哎，咱你能把这个灯给关了，老婆，配合一下这个，要不然两边画面看着我这边很亮。对，你把我这边灯给关了。我嫂子特别不情愿的过去瞥了我一眼，然后把灯关了。感谢 Jeffy 小哥哥的爱你万年。我跟你讲，没有看过他的才艺的不要多说话。哎，我跟你讲，他对于找光找那感觉，而且他真的是跳舞，他是会跳的，你知道吗？会不会一看就能知道？哎，我跟你讲一下，你那个
一会儿等一下，我一看，我问他，你看我问他，我得问点重点。你们有多少人是觉得，如果他在你面前，他给你展现了这个才艺，做完节目以后，然后你有能力不让他走，你会不让他走的？来，不让走，打出来。我有点理解了，所以不是那个大哥的错，只是大哥定力不够。你像我，丝毫不动心，知道不？很一般啊，不就是个舞蹈吗？无非就是在主播里面灯光选的好一点，对不？然后那根灯管很有特点，你那灯管是自己那买的，那叫什么灯？你买那根灯管？我第一次见那种灯管可以自己拿着用的，叫什么灯？叫全自动男朋友灯。啊？所以那个灯管全自动男朋友灯，你懂的。我懂的。哎，你因为我从小是做电器起家的嘛，所以下次如果你要采购什么电器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给你对推荐一下。对，你知道吗，师哥，你刚刚不是说跟我连麦吗？啊，然后连之前他们说，啊，别穿太少，师哥他老婆在。哦，他们这么对我好吗？哎，我跟你讲，他刚刚跟我说，他说跟我连麦之前，他房间里的人都在跟他说不要穿太少，说因为他老婆在，就都这么善解人意吗？哎，我觉得你们是真爱。我老婆在边上，我老婆在边上的眼神，嗯，我一会儿，对，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你知道吗？这个麦最好连着不要断，你懂吗？因为对，就是节目效果嘛，老婆。这个说真的，他跳舞没有你好看。穆雪黄，你在我嫂子我整的。要不然为什么我要你嫁给我？你自己说。这你懂我节目效果，就不是我说真的，就哎，身边又不是没有，对吧？见过美女，你看过我多看人一眼吗？看过我家人微信吗？就节目效果，就为了符合他们，刚刚知道吧？打那个光，感觉好像挺龌龊的，邪恶一点。刚刚那个挺配合，因为我目前看过全平台，我实话实说，有资格去跳这种舞的，乃琪是一个，他是一个，你老婆是一个，是那个小，没有，小马达是谁来着？我忘了，瑶瑶是吧？他也算会跳的，就他算一个。其他的我实话实说还没有到让我觉得说能够很不错很那什么的境界，好不好？他每一次都能给我们一些惊喜。我不吝惜，我吝啬自己的评价。下次如果企鹅平台有这种上次那个造星节目我帮他们去做的主持人嘛，就你下次如果有这种节目的话，我首推推荐你去，你可以带着你爸妈去，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的。而且我跟你们说一点啊，跟他房间的大哥和他的粉丝说，就是我看这么多年的人，每次他们给我推荐主播发过来都是在直播的视频或者是美颜过的照片，我一看就跟你说，我说这个人我用不了，因为线下我没有美颜，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他的是我看完他线上以后，我会主动去说，我觉得他线下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所以在主播里面，艺人里面很多就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但主播里面说真的挺难的。所以希望你自己慢慢再努力去做啊。哎，你房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房间有多少人气，然后多少贵宾？我现在对，贵族有七个。才七个。这七个人记着。我电脑看了。嗯。没关系，你记着现在在你房间这七个贵族他们都不是好人。知道不？远离他们。你懂吗？就是当大家很多的时候聚集那 OK， 你就七个人在那里边，你想想他憋的什么心思啊？然后那个人气有多少？不安好心。人气有多少？啊，人气23.7万。啊，没给连之前我是5万。七万。哎呀，你不要扎我心了。去隔壁这个房间点点关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装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他线下什么样，但我告诉你，就冲他刚刚那个才艺。20多万的人气太低了，谢谢。他应该比这个要高，多参加点节目，好的节目啊，这豆皮太高了，我都想介绍他给我妈认识了。我这么好的，介绍给你妈认识干嘛用啊？我就是让他放心嘛，放心，就是不是所有的户外，因为你不了解，我是一个特别惜财的人。
我捧过的所有主播都不是我们工会的，知道吗？但 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兄弟们，我跟你讲，咱们连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他线下是什么样的，因为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的人设或什么东西。但他就线上每一次我们连麦，他所展现的才华和他的接我的梗的这些聊天等等的这些东西来说，我最起码能知道一点，他也不要脸，不是他也挺能聊的，知道吧？就值得大家点点关注。所以地下君的兄弟去这边给点点关注，没事可以看一看，好吧？优秀的主播，当大家晚上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多多去支持蛋蛋，好吧？属于你们的蛋蛋哦，现在看的人少，你第一时间做，你就属于叫做什么？原始信他的乘坐，他的王，创始人，知道吧？天使投资人，你们现在所有去的人都是天使啊，天使、啊。对，现在来，知道吧？介绍我妈给你们认识，买一送一。介绍他妈给你们认识。好了，谢谢蛋蛋、嗯，我再跟别人连了，好吧？谢谢师哥，师哥辛苦，好的，继续加油哦，拜拜，好的，加油，拜。哎，说真的，他才艺还不错吧？兄弟们，实话实说，他才艺还不错吧？第十，你关注一下妙璇，我不应该没关注上，你关注一下妙璇，我连一下妙璇，妙璇老给咱送礼物，我关注一下，我关注一下，稍微等一下，我今天人气不高，你知道吧？我不想这其实这种人气去做查房，最起码300多万，200多万真的我有点没脸，而且你们礼物什么也不刷，我看房间谁在呢？不好意思，我要点名了。包仔刚刚刷了，我看到了。母子最近有点偷懒。二宝可以的。轩轩，卡尔，我刚刚说半天了，你干嘛呢？买了个 O。妙轩啊，接受，直接我直接可以，他接受我了。你们可以，他接受我了。你们差不多点啊。嗨，师哥，太难了，我连你太难了。Hello, 嘿，终于被宠幸了一把。没嗨师哥，我一直都说，我说我要那什么、嗯，但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跟任何人连过麦了，知道？因为我不喜欢连麦，你知道吧？因为很多连麦，他们连完以后让我很尴尬，就是随便说什么梗，说什么东西，他们也接不住。然后我经常因为这个可能爆炸、啊哦、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对，懂就开始喷嘛。对，今天还挺好的，今天状态挺好，都挺优秀，对对对。嗯、哎，妙璇，你来企鹅播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吧？100天刚过100天。是今天这么巧，就是我遇到，感谢我包仔，谢谢包仔，这就是所以今天正好是100天，还是已经101天了？101天，102天这样子，对。哇，好幸运的数字啊！刚好，对，刚好，哎，我满分以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新的观众或者有一些错过我之前那一期节目的，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勇者游戏的节目吗？妙璇是其中一个线下参加的主播。嗯，而且他本人我是见过的、嗯、就是他线下跟线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除了比这个稍微胖一点点有限。感谢我二宝的浪漫化妆。我但记着我说的是、哎、不能说，我说的是胖一点点哦，一点点，就20斤三对左右吧，就一点点。对，还是很优秀。20斤左右，但是他优秀的地方是什么？他胖的地方是应该胖的地方。嗯、我马上，你放心，帮你圆回来，知道？他胖的地方是应该的地方。啊、感谢我卡尔的浪漫花火，谢谢。别偷师哥的塔、哎，真的，你们不要偷塔。哦，偷塔千万别偷啊！我脾气特别不好，全网都知道，好吧？我不管你是什么神豪或什么东西，我张口就骂的，而且我是连续骂你一周那种。好吧，不要偷塔，因为我输赢无所谓，我也不是。欢迎迪亚金。对，你们直接现在刷就行了，无所谓的。哎，妙璇，我问一下啊、哎嗯，我上次除了说在那个节目中看过你的才艺，我没有看过你真正在直播中。哎，但是我不得不说一点，妙璇的生活状况应该是我见过相对比较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早我学过风水这些东西嘛，我简单一看这个房间的布置。嗯，家具、茶几和下面的大理石地砖，我就能知道这个小区在，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段或者在哪个城市，但我能告诉你是相对不错的。为什么？因为首先你看到它地上露出简单的只有三个花纹的那个是大理石地板，能用到大理石地板的首先一定是近6年之内盖的小区会使用这种大理石，知道不？但是大理石辐射很高，识货的人就是不一样。哎，我问一下，你晚上有没有觉得？感谢我包仔哦、嗯。哎，你有没有觉得晚上经常有时候睡不着觉，或者偶尔会头疼？我会有点失眠，一点点。这什么原因啊？你住进这个房子，你住进这个房子有超过半年吗？没有，三个月，
3个月，才三个月，我是搬来之后从这边播。你的失眠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然后慢慢会伴随着时常头部的阵痛。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大理石建筑中里面含辐射量很高，它会有放射性，所以大理石用了多了以后会影响人体身体的内分泌。真的吗？真的吗？我应该把地板敲了。我看过很多的房子，特别是北京，比如说比较知名的一些，像什么星河湾啊，啊，像什么这个一些什么这个以前的什么永利啊等等那些，它都是大理石用的很多。我看过很多的房子，它都属于说那种我们叫磁场不稳定，因为它有放射性，而且影响身体。那你想知道怎么化解吗？哦，应该怎么化解？你找一个特殊八字的人，阳气比较重的，然后可能有机会的话，让他邀请到他去你们家，然后给他做个饭，给他做个按摩，然后晚上的时候让他坐在你边上，什么都不干，然后看你睡一晚上，有可能就好了。但这种八字的人特别少，我不是说我是一个，确实我的八字是属于这种纯阳的，但是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懂吗？就是这种东西，你懂吗？就是反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对吧？你就自己去想。然后其次，你看他的沙发和他的茶几。这个茶几一定不是宜家买的，你知道吗？因为宜家的质地中虽然会有不锈钢的，但它不会在不锈钢外面去镀这层这个工艺，因为镀这个工艺是要多很多成本的。所以我跟你讲，它是一个生活中比较追求说这个生活品质，然后未来可以说如果她有自己的事业以后，这种女人是属于比较有野心的，你懂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我肯定不是，我看起来这么温驯。你不要跟我假装，你肯定是，你肯定是，你不要跟我假装了。好，我不是来跟你这个对分析这个东西，对。啊、然后哎，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在直播中能够展现的才艺？你觉得是特别吸粉的，有没有？我在直播中我可以唱歌跳舞都可以啊，但是主要我不是，我跳舞没有很专业。我能看得出来，就冲你后面这个茶几占的这个平方的面积和你摄像头能够捕捉的空间，我就知道你不是经常表演跳舞。那这样吧，你表演个唱歌吧。对，我肯定不是。行，可以。哎，或者我有一个最简单的一点，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嗯。你人生中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啊，这个我没有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或者你觉得人生中你觉得最笑、真实中发生最尴尬、最好笑的事情有没有？你给我们讲一个。我来想一想，最尴尬最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有一次跟我喜欢的人打语音，知道吧？这个是一个可能也没有见过面的一个人，然后呢我就跟他聊着聊着，喝了酒嘛，就讲了一些很甜甜很让人觉得很心动的话，后来呢、哦、聊着聊着，对对对、对，我就睡着了，对吗？其实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故事吧。我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呢，第二天我一醒，我看，哎，这电话怎么还没挂？然后我就赶快把它挂掉。挂掉之后，我就接着打过去。我说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吧？然后呢，他就说没有说什么，没有说什么。我说你就一直听着嘛。他说对。然后我说他说你打呼了。然后我就。我就整个人很崩溃，你知道吗？因为是一个你喜欢的男生，然后你跟他聊天，聊得好好的，很甜，很女神的形象，最后你在睡觉的时候喝了酒打呼了。兄弟们，我来给大家画重点啊。首先，这个东西不是很好笑，但是对于女孩来说，你能了解，就是如果她是那种很注重，你知道，有的人，比如说张曼玉，就是那个谁，在当时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包括刘嘉玲这，刘嘉玲不算，就张曼玉我知道的，还有当时那个叫什么，那女神，就是你听圈内的人评价她是什么，不管几点钟，早上或凌晨，他们没有人见过她卸妆以后什么样，就是她永远会提前一个小时起来去保持自己的仪容，有这种人。但是我想跟你说一下，刚刚那些你们听到的重点，我来给大家画一下，作为一个职业的影评人，我来点评一下。首先，这个男的，他的心机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开着电话，他没有挂。首先我们先确定他很可能是骗话费的，你知道有一些这种热线你打过去一分钟多少钱，然后你莫名其妙的可能在那儿两个人聊了两个小时，结果电话费几千块，你知道吧？不是啦，这是一个。第二点，你没觉得他可能是想守护我到天亮吗？他怕半夜有坏人闯进我的家门吗？你放心，
我不排除可能会有，但是有这么无聊的男人能在电话那边真的不睡啊，就是他正人君子就在那儿守候你一晚上，这个人第一是他一定没有得到你，第二他脑子有病，知道吧？假的，这是一定的。他可能说他放在边上他去睡觉了，然后戴着一耳机，第二天你起来一打电话，哦，他马上就醒了，就说哎呀我一晚上没睡宝贝，我就怕你怎么，这是套路，OK， 这是套路，这不是对你的照顾。听到这些，我真的觉得有点想吐， wow. 好吧？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不是这个东西，这一定是套路，因为没有人这么有病，没有意义，你知道吗？我挂了电话，然后就 OK 了，你好好的去睡觉。还有一个可能，他为什么不挂电话？就是有可能在你睡着的时候，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二十四个比例》，就是一个男孩被警察抓的时候莫名其妙，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警察说他有一个强奸抢劫案是他犯的，然后最后经过精神学家的鉴定，发现他身体里有24个不同的人格。啊，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东西。这是真实美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个案件，最后这个男的被判无罪，但他被判无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被判无罪，住到这个治疗的这个医院里以后，专家，哎，时间要到了，你重新邀请我一下连麦，不要给我发这个刷礼物的。行。就直接发那连麦就可以 ，OK。好，哎，你看他这边大哥很懂事儿，一毛钱没刷。有个电影叫《杀死比利》，我听过有一个叫《杀死比尔》。杀死比利是同一个片吗？这24个比利，据我所知，好没拍成过电影。喝点水哦，对对对，忘了。我紧接着给大家讲，因为那本书我现在看完一半多了，还差一点，因为那本书太厚了，但是越往后越好看，各种反转。因为没上分，哎，因为我们没上分是吧？但我在这说一点啊，你这边的大哥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懂事的，我说的这个懂事是很高的评价了。什么叫懂事？就是现实生活中绝对是成功人士，就不是假土豪，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我能看出来，就是他什么时候刷什么时候东西我能看出来，我估计就不管你是皇帝或什么，我就感觉你现实生活中都不会做人，你怎么可能能挣到钱呢？就最基本的一点。我刚刚那没讲完啊，就是这个东西真实的这个精彩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小孩的就是他本名叫比利，但是比利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他初中走到楼上他要自杀，从他自杀那一刻以后，其他的人格决定让他永久沉睡。警察到被抓的时候，到第二次见到比利已经过去6年了，这比利第一次出来说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所以其他的人格一直接替他从事不同的工作。然后这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这个孩子最后被判无罪，因为法院证明了，很多精神学家证明他的问题，而且给他就是他在犯这个罪的时候不是他本人的人格犯的，而是里面的某一个，我知道，就是他另一个人格，对，是，而且是个女性同性恋人格犯的这个事情，是个小孩，他只是想渴望温暖，就是，哎，欢迎大腿老板，欢迎，这应该是妙璇的大哥，哎，我跟你们讲，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今天看到他精彩的是什么？就他被判无罪以后，然后他不是有一个医生专门治疗他吗？在治疗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他不仅仅单单有他们一开始了解的这十几个人格，感谢大腿哥的三个爱你万年，他还有很多的人格是被已经出现的这些人格强行给赶到小黑屋里了，就他内心有一个小黑屋，然后他说他的心中有一个光柱。师哥说了这么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卖佛珠？我今天不做广告，我每次讲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他们特别感动，或者对，然后最后怕我会做一个广告，你知道吧？今天没有做广告，绝对不做广告。然后今天没有梗，我说的最，我说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就特别恐怖的一点，让你细思极恐的是，这个小孩通过治疗以后，他把很多的融合到了一体，就是这两个人不存在了，他变成了一个人，然后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种技能，他也可以自己控制哪个人格去出来，慢慢的调整。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他有一个终极人格，这个终极人格，他们所有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口音，说不同的语言，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格叫老师，这个老师是所有人的老师，所有人的技能，比如这个人开锁逃生的技能是这个老师教的，这个人物理化学的技能是这个老师教的，那这个老师是谁呢？这个老师是比利最原始的人格，就比利其实是个天才，这个人格在他小的时候就被他父亲给抹杀掉了。哦，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然后这个老师的人格出来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记得所有的人格不同的时间，从小到大分别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格，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这个老师知道。然后这个老师的人格接管他的身体以后，跟治疗他的专家说的这些故事，然后你才知道每一个人格的形成都跟他年幼的时候某一个经历，悲惨的经历有关，然后产生了一个人格。所以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好吧，如果你不想有这种人格的话，淘宝店铺搜索地师佛珠店，带一个佛珠让你自己安心。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不是鬼很可怕，真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心里的那个心魔很吓人。对对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就淘宝店淘宝上面去搜索一下地师的这个佛珠店铺，真的，我一个人，哎，我这样子吧，我现在去下单，然后我先买一组来送给直播间的宝贝们，哎，好不好？我真不想做广告，你们非逼着我要等我的广告。刚才有人就说了，快别说了，快点卖佛珠吧，耽误大家直播时间，真的。但我想跟大家说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推荐我看这本书的人是什么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那天来我这喝酒。我请教他一个问题，说应该如何去演好戏，因为我想学演戏，我觉得对直播会有帮助。然后他特别不屑，我以为他喝多了，他就说我没法跟你说，我告诉你的那些都是傻，就是给你讲那些都是傻叉。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这样，我给你寄一本书，你看完这本书，然后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然后他寄来了这本书，然后我现在看到一半，我已经大概明白了，真正的演员，所有的那些什么情绪的表达，哭啊什么那些，那不叫会演戏。那只是说那个叫做什么，就方法，他们会用演技演戏的投入进去，但那投入进去了。但很多人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他自然就变成这个人，他的很多小动作，就是到这个人的时候会怎么样？地师投资了，我没投资，因为这部电影地师投资了，真的吗？好，这是题外话，也不是杜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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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有铺垫，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聊起这个话题。那哎，好，回归到本质，就是你知道吗？你家里这个真的晚上睡觉说头疼的问题，回归到看到吗？扣题吧，兄弟们，你以为聊了这么长时间，我忘记了一开始我们聊的话题了吗？没有，我的目的不是我的，对啊，我的中心思想还在，这叫什么？开头点题，结尾扣题，兄弟们知道吗？这是好的主播，啊，哎，我刚刚问你什么来着？对对，那个才艺来一个吧，一直都是我在说，来吧，才艺来一个。没有。不是，你先扣个题，扣完我就收尾了。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当有一天，如果你晚上睡觉，你觉得一个，但我实话跟你说，你卧室没有大理石吧？应该。我卧室没有，我卧室地板。那就还好，因为大理石太多的房子，记着以后选或者租的房，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所有的房间，特别是卧室，如果全是大理石的话，这个房子，我不敢说一定不好，但80%不好。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是只有利没有弊的。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钻石和珠宝，有人说我喜欢翡翠，我喜欢钻石，我喜欢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但当一个东西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有放射性，特别是珠宝，这是为什么欧洲最早期的时候。对，就佛珠就不会有，像如果说我们搜索一下地师的淘宝地师的淘宝店，搜索佛珠，对吧，也是我们中国就是一直传承以来的东西，对吗？佛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一直推广的一个文化，大家就现在立刻不要多说了，好吧，直接下单，好吧，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从妙璇直播间能下到多少单。人家为什么有人喜欢，人家为什么有人捧，就是主播能不能接出梗，懂不懂人事儿，这是最基本的。很多人觉得说我做主播我为什么要会搭话，为什么要跟你是谁啊，没有错，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这是一个人跟人交往的东西，而且直播更现实更真实，你明白吧？好，话不多说，妙璇来赶紧给我们展现个才艺。行，好的，我唱一首歌哈。我觉得你的眼神有魔力，然后送一首你的眼神送给你。妙璇那边有抽奖，兄弟们可以先去抽奖，点点关注啊！非常聪明，又做得非常。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
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谢谢戚家军。谢谢二宝。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这个歌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听着就是他会有一点年代感，你知道吧？但我觉得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他没有唱一个特别流行的东西，他唱的是属于八零后，可能你知道吧，会那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讲一点啊，你唱歌其实怎么说呢，还不错，但是你其实做一点特别简单的改变，你的声音会更好听。首先你在唱歌的时候你的嘴没有张开，所以你的声音在你的口腔里没有那个，就怎么去说呢，它没有经过一个声音的一个循环，它就直接从嘴里出来了。你下次唱的时候可以试着，就是特别是你在发那种尾音或者中音的时候，你稍微把嘴，其实就是脖子不要低头，然后稍微的就自然的稍微往上扬，然后稍微嘴张大一点。我没有逗你玩啊，就稍微张大一点，然后你这样的话没有改变任何的东西，但你这样的话声音的共鸣会更好听，然后你那个重要的音的话会稍微有点层次感。我实话实说啊，就是因为刚我发现他唱歌有这个问题，声音本身是 OK 的，如果能把嘴再张开一些的话，会那什么的话，他声音完全会不一样。行，好，好的好的，行，谢谢，跟我声乐老师讲的完全一样，真的，我觉得地师简直就是，简直就是，啊，太厉害了，你简直全能好吗？又能开店，直播做的又好，然后真的。哎，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没有，没有，我就是嘴上王者，对，我学的比较多，但我自己唱这也就那样，但是对我懂得没有，确实还没有很到位，所以也在练习。啥是野狼 disco 啊？我的妈，这么火的歌你不知道？我简单给你唱两句，你听一下。行。我在左边画条龙，我在右边画道彩虹。打扰了，知道了。野狼 disco 啊，这么火的歌，是的，主要佛珠卖的好。我记得你前两天我去你直播间的时候，你在弄那个 T 恤，你自己做的潮牌吗？上新，对，我一般是上新我才做广告，这两天没上新我就没做。对，就不关心我淘宝店的事了，对，还行。不是，挺棒的，你还有 T 恤，那地下君每人都有一件吗？哎 ，T 恤不是你不是你说 T 恤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弄你这两个肩带？我的理解，因为我脑子会想的比较多，我会想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为你设计一个内衣？因为那个我是不会做的，因为我有我的原则跟底线，好吗？啊，没有没有，好吧，不是我真的，你不要这样，我真的，我觉得你认识这么多女明星，包括我们这些小主播，真的，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做一做女人的市场。我觉得完全有市场，像你这么帅的男神，你做女人市场一推广，咱们小女孩面子又薄，是不是？不行，我你随便号召令一下。对，我有点不太喜欢人这么夸我，对，夸太多我有点脸红了。对，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跟连麦的主播，我能在里面有关注，然后我邀请的主播，我实话实说都是我认可的，知道吧？因为我工会，我到现在没有跟我跟我工会的主播连过三个，我工会的主播全是被我骂的，知道吧？他们是安排我干连的所有工会，我们主播我看完照片以后我都没连，所以我不用填他，干他。我要是干地师的话，
对，你不需要填我。我估计能被他喷一年。只要这个女孩有才华，只要这个女孩，我觉得是，哪怕你是踩着我往上爬，但我觉得你是努力做直播的，我真的无所谓去做节目效果。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硬留人留观众是留不到的，谁有好的内容，谁有最好的东西，他就应该去看谁，这是直播的魅力，直播才能进步，好吧，这是我是我公平的去说一句，就是这样。下面希望还有机会能跟妙璇合作，好吧。其实他上次来有的东西，有的时候说话我会觉得他稍微有点事儿，但我脾气是不好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惯着他，但是我最起码没有，对吧？没动手，这就是我挺好的一点。是，我们俩都忍住了，当时掏枪的手都忍住了。对，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希望大家给妙璇也点点关注，好吧？非常优秀的一个主播，谢谢。然后跟谢谢师哥的连麦，不太一样的风格，好吧？然后妙璇加油哦！谢谢连麦，拜拜，拜拜，谢谢地大金几位大哥，感谢，谢谢你，拜拜。地师这个工会是苏州的吗？对对对，应该是在苏，我都不知道，我不管他在哪儿，他在哪儿跟我也没有太大关系，好吧？就爱在哪儿在哪儿。然后那个什么，对，我们的直播就这么真实。哎，我说真的，兄弟，我连麦你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像我这么连麦的吧？我不吹牛逼，你看过这么多，我连麦这么多年，你有见过我任何一次连麦是重复的吗？感谢但丁的一个，我操，这个但丁是哪个但丁？应该不是我认识那个但总。感谢 A 三叔但丁的夺宝战机啊，谢谢，这是第一次在咱房间送礼物啊。这个 ID 我虽然不认识，但是因为我现实中有一个朋友，我们叫他蛋总，就是他那个战队你们应该知道吧，之前因为这个跟 PDD 什么还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对，那个战队是他的，就是也算是上海一家比较大的游戏公司的老板。哦，蛋蛋家的大哥是吧？哦，感谢三叔，他叫，因为我那个朋友叫但丁，我一看他进来我以为是我那个哥们儿。OK， 蛋蛋家的大哥，蛋蛋确实是不错的，优秀的主播。我上次是，你想我能主动在下播以后，我会要求说，我说这个主播，我想给他做个节目，不是为他做一个节目，而是我想让他上我的节目，因为我觉得他是 OK 的，好吧？那很多的，你看我每次选节目发过来几十个，我就十个主播里能选一个，平均就大概就这个概率，10%，线下很多都不行。上过我节目的肯定都是线上比线下还要加分，然后线下也没有线上的差很多的，所以其实很多的，如果喜欢去打球，喜欢去嫖，喜欢去那个就是跑骚团的这些，其实看了我直播中有节目的时候，你们去看一些女主播，你相信我，那个是绝对没毛病的，帮你省去了很多麻烦和烦恼，绝对不会有那种说什么 NF 进入坦克那种事情，你知道吧？师哥以前也来过吗？我还真三叔，我真没印象，你这个 ID 有送过礼物吗？要不你换过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师哥一点名，我出了3000，出了两个飞机。我点3000，我抽了3000，出了两个飞机。好，感谢房间的各位。还是那句话，礼物本身并不重要。我希望是有好的节目的时候，然后大家能多去支持。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对于所有的主播来说，跟平台要好的资源。我以前叫小王，没关系，三叔。我的意思就是你来的少，以后多来点，我就能记住了。OK， 特别是有节目的时候。啊，是这样啊，大部分人主播在做节目或者他自己的时候，都会因为什么呢？能够争取到企鹅好的资源，尽可能的争取到好的资源，最好的资源不用问嘛，就是闪屏，就是你一打开企鹅，啪，主页面就是这个，叫闪屏。其次的叫什么？叫做主页界面，就你一进去在首页的，然后九宫格，然后是你点开分类板块叫拍脸，就有一个浮屏，是按这个标准的，然后。你就像我本周四我说我有一个节目，就是我给大家做那个卖那个银饰银对潮流银饰的历史，我请了国内的一个大神拿着实物来讲，明天我会跟他去看一遍他准备的怎么样，然后会帮他做一些节目效果。然后哦，对 A 的小王，那我知道哦，他没有放对 A 开头，他放了一个单 A， 我刚刚也在想要不是对 A， 对 A 我就知道了，感谢三叔。那个我也不知道名字叫三叔，实际年纪多大啊？他实际年纪要是说比我还小，叫三叔有点奇怪，就朋友吧。然后，今天有一个特别逗的事情，今天跟我说师哥，我们帮你 PK 掉别的这个资源，周四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闪屏的资源，就是首页最好的资源。我紧接着说的是什么？你要正常的主播肯定就开心坏了。我说的是，我周四的节目不配拿闪屏，给我个拍脸吧。闪屏让给更有需要的或者别的人，真的是这样。
就我说我这个月能够配得上闪屏的节目可能只有两个，韩国那个节目都不配，韩国虽然出国但那不是一个我觉得过硬的节目。我八四年的，我八四年的属老鼠的，第一个节目是勤奋的采访，好吧，那个是一定要闪屏的，不给闪屏我没法跟秦老板交代。然后第二个节目我待定，因为那边没给我确定时间，如果确定的时间我第二个闪屏应该就是那个。然后景甜那边我今天下午刚刚联系完，他跟我说的是等一等看一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没给我回，有可能是不方便或什么东西，我明天再厚着脸皮我再问一下。正常我不会跟人开口说什么咱们去采访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以前不会，现在也就是为了直播我实在没办法了，你知道吧，很多东西我就厚着脸皮只能说是那什么。因为我还是那句话，你像前两天寿皇问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那个女儿还是谁，反正喜欢那个薛之谦，说能不能跟我要个薛之谦的签名。我当时我回过去我说，我说原话啊，就是如果要这签名百分之百能要到，你别说签名了，发个微博艾特你女儿都行。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太丢脸了，我没有跟这些周围的朋友或者任何人，你看我跟傅也说过，我说哎我想要哪个明星，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聊一下或怎么怎么样，我不可能这样的。就很多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尽我所能，我觉得互相都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厚着脸皮去要一要。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说实话，我做直播之前我可从来没求过人，我可从来没求过人。包括勤奋这个我也是求了杨卓，你知道我也是求了杨卓，我从来没有求过杨卓。我这次也是跟他说，他跟我说的是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个，然后我跟他说的是，我说兄弟我只能说感谢你了，我多的不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吧。所以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我不能做或什么东西，你们其实提的意见我都尽量的去做，但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都能马上给大家去实现的。你像勤奋这个你们跟我说了，我从来企鹅跟我说了好久了，我觉得实在没办法了，我说那就这样的话我厚着脸皮我去开个口吧，但人家已经答应了，所以那就肯定是没问题，只不过是等人从国外回来，回来以后然后我去上海，我跟杨卓一起飞一趟，然后专门给大家做这个节目，也表示咱们对人家的尊重，好吧。杨卓可以，杨卓今天晚上他们还约我喝酒呢，就在我会所旁边，我今天没去，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万哥也在。为了直播欠了不少人情，哎，怎么说呢，反正就跟包括那天我做那个熊那个展，我采访我那个朋友对吧，就是人家在圈内也是属于说，反正在时尚圈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就基本这些明星就一线的或什么基本都认识他，他自己也投影视，马上要上映的一部电影我看所有朋友圈都在发，叫什么玩意儿忘了，那也是他投的。但你看我为了做那节目我也是开口说去求人家，我说播一下播一下，人有些东西人家可能不太想让人知道的，就想低调的，但是有些东西人说那既然你要播那你就播一下吧，就是这样。然后人全程人还陪着，人还亲自给你在那讲，挺帮忙的了，我觉得啊。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如果你喜欢你想看真的不一样的节目，你真的是一个注重内容的人，你不用喜欢我点点关注，其他的就不用说。包仔说我看啊师哥我最近做生意有点不顺，亏了不少，我从你上次那个拳赛的那个我就能看出来，好吧，应该是不太顺。你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包仔？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三叔说，我五一去北京见浪哥和十三，多待一天就能见到十三。五一？今儿都九月份，你之前五一是吧？那咱就别说以前的事情了，人要朝前看。下一次，好吧，这个三叔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然后你跟浪浪他们约也好，你跟谁约也好，提前告诉我。或者你跟他们要一下我微信，他们都有，因为我现实生活中见过很多皇帝，70%全都拉黑了，剩下这30%都是我觉得为人处事没毛病的，好吧。现在很多都是我兄弟了，你看我浪浪现在标注的已经不是企，最早标注的是企鹅的皇帝，然后什么东西，现在我浪浪的标注已经是兄弟了，现在标注都是兄弟了。为什么？因为通过有些事情你能看得出来人家是真的把你当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最重要，谁都不是傻子，好吧。
律师找你看个八字多少钱？我现在真没时间看，兄弟。我前不久接的最近的一个活儿，就是那个南京和奥自动化有限公司，那老板是我当年起家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老板支持的话，我不会那么顺利。所以我这次特意去了一趟南京，然后帮他看了个风水，然后也是当天去当天回。我当天回来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不知道几点了，就其实还挺赶的。而且看八字其实挺费很费时间，你知道吧？很费时间，好吧。帮帮包总吧，包总被查了。谁是包总？包总是谁？不是犯法的事儿，那这东西能干吗？我不认识啊，我不认识什么他挪不挪用公款或什么东西，我真的我不知道。但反正我就一句话，你要想让我退礼物的话，没门，好吧？我不管谁找我，没门，我不知道，好吧？我也不认识。我不知道你们房间里谁认识，反正我从来不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好不好？奉公守法，好公民。哦耶！包总被查，你怎么了，包子？你到时候微信跟我说吧。我就是罚款而已。拉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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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包子拉黑，快点，别牵连到我。本来天天这帮人就盯着我。开玩笑的啊，你要有啥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完了，好吧？能力所能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这个人见过我的心里都有数，我绝对不是说直播中一套背地里一套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可以问问房间里那个，包括包仔也是，就是你们所有刷礼物的，这些刷的比较多的榜单前十的，哪一个我没有尽可能的去弥补你还给你，对吧？感谢我二宝的超级火箭。二宝，我真的觉得你下次如果就是来北京或什么东西的话，你给我发个微信呗。我真觉得我欠你的有点，好吧，一直没机会还，最起码请你吃个饭嘛，好吗？二宝啊，感谢你了啊，多的我就不说了。你看浪浪那天我知道给咱刷了20多万，也不几十万吧。最我知道了以后，他那天来我直接就，我光点酒还了一个10万，当然你不能那么去算了。然后紧接着我又给他买那个，就是我觉得花钱买不到的那个，但虽然买错了吧，他把那个给我寄回来了，买成手机版的了，但是电脑版的没出。我问了一下二宝哥，19级牌子。对，二宝，如果你下次来北京的话，我请你吃个饭，好吧？其实还有很多之前在全民上有我微信的这些老观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可能是工作忙吧，或者没看。因为当时你想能有我微信的，那真的是可能在咱房间最起码花了不少钱的，然后这么多年一直也在我微信里，所以我觉得还挺谢谢你们的，真的谢谢你们的。狼哥就不用你说了，狼哥每次来我都有请，我都有请客，好吧？然后狼哥不是说要一个那个暴力熊吗？明天提醒我，棕色的暴力熊，给他找一个好的棕色暴力熊给他寄过去。二宝哥实属低调，二宝年纪肯定比我小，为什么呢？二宝是怎么回事呢？二宝我之前加过他的微信，二宝加完微信跟我说的那个原话就是，哥你不用感谢我，那意思我从全民开始看你的，如果没有你我考不上大学，但是多了他也没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分析可能是什么东西呢？他可能在上大学之前，然后属于说这个家里属于说富家子弟嘛，家里说白了就明着说就是富二代嘛，然后富二代大家都知道吧，性格可能比较膨胀，容易做一些可能这种违背规则或者觉得挑战这种，你懂不？哦，那是呱呱是吧？哦，那是呱呱，那是呱呱，那不是二宝。哦，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故事弄错了，故事弄错了。对对对对对，那是呱呱，那是呱呱。呱呱最近怎么不来了？二宝，你应该有我微信吧？二宝，我搜一下，我记得二宝是有我微信，有，我有。哦，刚开机是个很少能赶上直播哦，他没跟我说，还给我发红包，我没点，多讲点故事，你他妈把我当故事大王了，你点这红包我现在也没点开，我不知道里边多少钱，最多红包就能包200，包200说多讲点故事是啥意思？你看不起谁呢？我这故事是200块钱能听的吗？我这故事都是我成长路上血淋淋的教训。哎，我是做医疗的，我给二宝发一个，没看见他给我发红包，所有人给我发红包，不管过生日或什么，我没有收过一个，所有人发红包没有收过一个。
嗯，我跟二宝说，如果来，请他吃个饭。二宝不亏。其实我挺烦给我发红包的，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你发这红包啥意思？我也不明白。很多人，你要么给我转账，转账你一天最起码能转五万吧。感谢二宝的一个黄金战绩，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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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宝，感谢二宝。师哥没钱的时候怎么能够和有钱人交朋友？首先，你不要把他当成有钱人。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懂。就我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你要真正想给有钱人交成朋友或兄弟的话，你不能把他当有钱人。该骂骂，该甩脸子甩脸子，该表达自己个性的时候表达自己个性。你记着，人跟人之间交往，除了钱以外，最吸引人的是什么？人格魅力。什么叫人格魅力？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不是让你在大庭广众随地大小便以展示你的特殊，好不好？我说的是内心的人格魅力，你的观点，你的为人处事，你的态度，你的各方面的东西，好吧？所以首先你能够，但很多人跟有钱人交不了朋友，最根本的原因是你那不是交朋友，你是当奴才，你明白吗？你的态度很卑微，你没有自我，你没有个性，你没有点，那我需要你干嘛？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对吗？你看我跟我所有朋友在一起，不管直播不直播，我说所有人没到齐，不管哪个老板没到，我说我饿了我要先吃，你们谁都拦不住我，你要不然下次别叫我，但人家每次都叫我，对吧？我吃完了我困了，我说我先走，我也不买单，今天不是我请客，我就先走。就兄弟就应该是互相去理解，去什么东西，你把你自己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都展现在朋友面前，能接受你的这是兄弟。你不能说我就装，哦，我不是这样，然后我装得特别好，你总会露馅吧？你有一天露馅了，那朋友觉得我操，你怎么这种人？因为我是吃过亏的。我以前刚认识的时候来到北京，对吧？北京那时候最火的就 ICC 俱乐部，我觉得能认识 ICC 俱乐部的人一介绍，我觉得哇太牛了，怎么怎么样。他后来我发现跟他们在一起也是我买单，对吧？我也请客，感谢隐形的脑子三开你万年，感谢感谢兄弟，感谢兄弟，感谢隐形的脑子，谢谢啊。你懂我说的意思吧，兄弟们？师哥，你有打算去希腊吗？兄弟，你问好了，我今天刚刚让人帮我测完希腊的信号，不行。但是西班牙我今天找人测完了，有可能可以。我有可能要去西班牙，那个叫做西班牙什么地儿来着？那谁在？张涛他们在，今天帮我测了一下，好像还行。哦，24个比例真的有电影吗？叫《玻璃先生》，2019年拍的，现在能搜到吗？那我到时候搜一下，对对对，我不知道拍的好不好。24个比例有电影版，叫《玻璃先生》，谁演的呀？因为我知道的是，很多名导演跟名演员都想拿这个改成剧本，但是都没被同意。汤姆·库鲁斯曾经要求说，零片酬演这个片儿都没演成。叫《Glass》，玻璃男孩是吧？那你们可以看看。但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看过的情况下，我没法给你们推荐这个电影，有可能浪费你们的时间。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最近在看的，而且我绝对没毛病的《浴血黑帮》，但片源很难找。怎么才能把口才变得很好？我已经教过我房间的粉丝不下一次怎么去训练自己的口才了，非常非常简单的一点。我的口才之间是很不好的，特别是在异性。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先说，不管异性或同性，就是非人类交往，或者说，刨除掉我见到某些人会害羞的情况下，我正常只是磨练口才。你随便拿一个你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东西，然后每天给自己计时一个倒计时，然后定个闹表10分钟，从计时开始的时候，你要强迫自己不停的去说，去形容你看到的这个东西。那么我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烟灰缸，那么这个烟灰缸的造型感觉比较古朴，让我感觉它好像是一个古董啊。我看这个包浆，看这个皮壳，我闻一下，没有错，它应该是来自清朝末期民国早期的这么一个作品。那我们能看到在这个作品中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老鼠造型啊，这个东西在上面，而这个老鼠的造型你能看得出来它是很生动活泼。为什么？它感觉你这个烟灰缸的掉下来的时候，它感觉哎，
要滑下去，然后紧紧的扒住这个地方，求生欲很强的地方。通过这个老鼠，我联想到很多人在绝境之中能够突发自己的潜能。那么这个老鼠比普通的老鼠要肥要胖，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家里可能是一个没主人的家里，或者做这个造型的人的家里面有可能是闹老鼠的，而且伙食可能吃得很好，他有可能家里没有老鼠药，所以家里老鼠耗子才能够长这么大。要不然这个老鼠如果家里很穷的话，他都是含着泪儿走的。那从这个东西来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造型古朴然后很优雅的一个东西它做成一个烟缸呢？那么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烟缸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虽然它的包浆和皮革很像是清朝末年的，但我由此去断定它一定不是清朝的，因为它这个整个的造型感觉像是一个放雪茄的。但是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现在我把它当做一个烟灰缸，有没有可能在清朝的时候这样的器物是干嘛用呢？没错，它有可能是一个笔洗洗笔的。那么这样的话，在我的世界观里面，我看到的它是一个烟灰缸，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烟灰缸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笔洗。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当我们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主观认为说，哦，这个人很穷；当我看到了一个马桶，我认为，哦，这个东西是马桶，它是因为拉屎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我自己绝对不会用它去吃饭。但是你不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见过马桶的人，说一个人他可能在山里面待了十年，他今天来到这个城市里，他第一次见马桶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一口水井，我可能要在里面洗脸，甚至在里面洗个澡。当然在这里面你千万不要按冲水键，有可能人会被冲走，明白吗？回归到这个烟灰缸本身，刚刚不好意思已经是可能跳出去了。那我们看这个笔洗的下面，正常来说我们在鉴定一件文玩或古董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它的盖子上面表面侧面都要去看，那么底下这个地方是没有款的。正常如果一个笔洗上面没有任何的刻字，没有任何的这个款，那它也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材质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所以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些玉器或者过于贵重用来做笔洗的东西，所以不露款也是有可能的。至于它的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打一个问号。但是然后紧接着就是说，这个笔洗在我的手上，它可能它是个笔洗，它是个烟缸，但我再换一个角度的话，它可能如果现在有一个匪徒冲进来，然后指着我对我说，我是黑粉，然后我马上就拿这个烟缸砸他的头，告诉他我是你爹，好吧。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十分钟，大概就这个意思。我现在已经能随便拿着烟灰缸讲俩小时，就这么练，就这么练。口才是一定能够通过后天培养的，就是你的脑子要比你的嘴快。很多人是因为你脑子没有想到东西，一片空白，所以你的语言说不出来。就我们用北京话说，你嘴巴跟棉，你那嘴巴跟棉，你那口条跟棉裤似的，你懂吗？就是很笨。感谢爱要吃桃豆豆的一个银河战机，感谢感谢长期的支持，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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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兄弟啊！我有点晕话，所以兄弟们，这就是口才的训练能力。在训练口才的过程中，你提升的不仅仅能力是口才，提升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你的思辨能力，你思维的跳跃性以及它的延展性。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口才永远跟不上。结巴怎么办？结巴怎么办？我建议你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国王的演讲》，那是真人真事改编的，而且历史中比较出名的名人有两三个都是结巴，然后后天都有治好过。纪晓岚也是结巴，纪晓岚在电视剧中表现的很那什么，但是历史记载纪晓岚是个结巴。懒惰怎么办？兄弟，这个我没法教你，因为我也懒。我也懒，我可能比你还懒，你都不知道我懒到什么样，好吧。我除了健身运动，这个是我主观的，我基本上坐那儿我就不动了，就是如果水在左边的话，我都懒得去过去拿，我情愿渴着。话唠人格出来了，话唠人格出来了。其实我不是话唠人格，我是害怕孤独，我是一个特别怕寂寞的人，懂吗？我是一个特别怕寂寞的人。很多人倾向于比如说二人世界，很多人旅游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很多人喜欢带家人，但我是喜欢跟朋友，越热闹越好。我不在乎说可能会更累一点，我可能要张罗很多东西，但我会觉得这样很好。你看这次我们去韩国看 HOT 的演出，除了我一个男的以外，全是各个我朋友的老婆。本来福也要跟我们一起去的，但是他要开个会，他没时间了，然后他老婆也去，所以我一看七八个全是女孩，就我一个男的，但都是别人家的媳妇儿。那我需要做的就是提前，对吧，多少人我订一辆什么样的车，我要考虑到每天大概几点到几点有可能会临时用车，我要安排什么样的司机到哪儿去吃饭，我们可能住哪个酒店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我们看演唱会的过程中，我需要找一个翻译，所以我要在那边找一个。那因为大家都是女的，我找一个男的翻译可能不方便，所以我找了我在韩国的那个妹妹。全程我就跟她说，你能不能去安排去怎么样？全程跟着我们，总共三天。这样的话，女孩如果有一些不方便，或者有人可能要去安排什么东西，她们女孩之间好说。就很多的东西，我还是在于我觉得你自己的喜好吧。性格有点暴躁怎么办？第十，让其他人管好自己的脾气，免得受伤。对，就是这样，最好的方法。脾气暴躁，你可能像我一样尝试过控制自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暴躁的人，这些方法没有用。最好的方法，与其让自己每次发脾气以后自己心里后悔，其实更好的方法就是让周围的人管好他们的脾气，别他妈惹我不高兴，好吗？大概就是这样了。哇，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好开心啊！带个第十的佛珠就好了，淘宝店铺搜索第十佛珠店，好吧。T 恤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T 恤有点过季了，马上天儿凉了，买了可能不太能穿了。帽衫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你们可以看看，好吧？淘宝店铺搜索"地师佛珠店"，新浪微博搜索"地师最开心"，头条账号搜索"地师"，抖音账号搜索"地师最开心"，快手账号搜索"地师"，好像也是"地师最开心"吧？然后那个还帮我弄了一个什么玩意儿"企鹅号"的账号，我不知道 ID 是什么，对，你就随便关注吧，啊。地师有点秀，还行吧，基本操作。喜欢的话右上角点点关注。还有，我下播了，不是说这个房间就冷冷清清物是人非了，好吧？我下播了，还有一帮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会继续直播。他们应该今天约了训练赛，现在应该在打训练赛，我不知道打完没打完，两个多小时有可能打完了。不管他们打没打完，然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给大家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吧，好吧？关于下次大家争先恐后问的问题，如果没有回答到的话，没关系，明天我们再见。哦，明天我可能要彩排一下，我要为了周四那节目做一下准备，我有可能明天会歇一天，好吧？连续播了三天了，而且每天播的时间都有点长。后天记得后天晚上有节目的，然后周末也有节目，但那个节目我没有决定是录成视频还是做直播。这两个节目是一个是全世界的首冲冠军，那个日本的咖啡大师来到北京了。所以我到时候可以去做个节目，但我觉得很多人不喝咖啡，可能那节目你也听不懂，但他是世界冠军啊，第一的。还有最重要的，世界调酒之神周六来，世界调酒之神，然后晚上10点我们会去他那个地方尝一尝他的调酒，那个最起码我肯定会录几个视频，因为能见到他调酒的机会很少，好吧？然后基本就是这样，好吧？然后你们想看什么节目，不管是狼人杀也好，游戏也好，就跟帝王套自己去要求吧，然后大家自己投票或者是怎么去决定，好吗？希望给帝王套这些年轻的孩子和你们一样怀揣着电竞梦想的这些人一个机会。可能你已经觉得看游戏没什么意思了，但是相信我，把这里当成一个家人在唠嗑，你会觉得这个房间很热闹很有意思，多打一些弹幕互动。我也知道开学了大家都很忙，我也能看出房间人气的变化没有以前那么高，但我还是希望有空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好吗？兄弟，这话说的没问题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在这里真心的祝福每位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梦想成真。最后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好吧？帝王套接播。